爹，我小龙，我声都听不出来了，跟我妈说一声，那个今年过年不回去陪您二老过年了，忙呗，抽不开身，一点空都没有，还忙啥？那个嫦娥三号不刚落月亮上吗？我得给下边守的呀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爹啊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给月亮上好像看着个人啊，我忙了啊，好嘞。哎呀，这一年到头你说也没挣多少钱，哪还有脸回家过年呢？抓紧找活吧，还是杂工了，杂工了，杂活，杂工，哎，杂工。小弟妹子，是雇杂工？啊，你都会啥呀？啊，会的那全才呀。当保吗？认字儿不？当保姆。你家那母字那么写的哈？不是，那母不就是妈，妈不就是母吗？一回事儿。还会哄小孩儿？这对我来说这是小活，哄小孩儿。你看小孩在你怀里要是闹，到我怀里一声都不带有的。那给扔微波炉里了还能有声？哎呀，这哄小孩儿，啊，还会织袜子。那是你们女人干的活，我这是袜工，我写的袜工。呀，这干圈活是啥活啊？干零活。这你大妹子，你这就是干零活，你哎呀，骗你！你们家那零是那么写的吗？那个零啊？不是，那我要会写那个零，我不就上大学带博士后去了呗？哎呀，不是，嗯，这么有才，那一天多少钱呢？哎，我们平时一天200。行，不管你多少钱，反正看你长得有点像。行，雇了，跟我走吧。妈呀，这位太敞亮了，这没还价呢，这干啥活呀？这是？哎呦我天！啊，这你家是吧？干活吧，大娘。不用干活，不用干活，不用不用。刨啥？你给我爸装儿子就行。那个妹子，我跟你讲啊，就干我们这行呢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，就是没装过儿子，这活我干不了。250。它不是钱的事儿，不，本身你这250对我就是一种伤害，还给我个傻子数。傻，本身就装儿子就是够伤我自尊心的了。你就别说250了，你给我300。哎呀，给你300行不？那我干了。进来。太敞了。那妹子，你看你说说呗，怎么个情况啊？这不是嘛，因为我哥早就说好了，说过年回来啊，这刚才一个电话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。哎，忙，这你得理解。忙啥呀，他要真忙事业那也就算了，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，他就是没赚多少钱，怕没面子回来，就是春节恐归症。妈呀，那跟我一样。你说我爸还不知道呢，这一大早啊，乐乐呵呵就给儿子买酒去了。我爸本来就有病，他要知道我哥不回来了，我呀真怕他这病再大发了。那你爹看着我的话，那病更得大发。我本身就假儿子，那一眼不就给我看出来了吗？你拉倒，这活我可干不了。哎，啥玩意儿？这大哥，你先别走啊！不是，我就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这你放心，我爸有点老年痴呆。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，他认不出来人啊，就有时候这症不好使啊。对，他认不出来，平时给他100块钱净当10块钱花。我多念叨，那你让他给我点心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咱老百姓啊，今晚要高兴，咱老百姓啊，高兴高兴，儿子回来高兴，给我儿买酒。姑娘，爸回来了。把你哥接回来了吗？接回来了呀。人，我爹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你是谁儿子？我是你儿子啊。我只是我儿他爸，不是我儿他爹。你瞅插门吧你。我跟我哥小时候就叫爸，没叫过爹，叫爸叫爹不行。你告诉你给我点暗号，我本命名字叫爸，怕你听差了。我爸，我是说
爹我回来了。是你听个爹我回来了。真是我儿子如假包换呢。你要不信你拿手机扫一下我身上二维码。你也有微信呢、啊、是祖门儿。那你快点加我好友。哎呀，妥了爹。快点留下。加啥呀哥，给咱爸买那礼物呢。不，我来这我啥没买呀、啊、搁直播咱俩随便拿一下。哦，哈哈，爸，我给你买礼物了。你买它干啥？花了没用钱。你看，喜不喜欢？啥呀？爸，这不你爱喝的加多宝吗？我不爱喝加多宝。那你爱喝啥呀？我爱喝加多宝凉茶。那下次我给你买啊。嗯。还给你带礼物了呢。我看看带啥了。爸，你看，这酒好啊。这酒我爱喝，爱喝啊，酱香型的。哎，我记住我也买一瓶来了。我那瓶酒呢？爸，你这瓶搁这儿呢。也搁这儿呢，搁这儿呢，掉地下了。太好了，儿子回来有酒喝，我买一瓶，你买一瓶，再喝两瓶。你把你那瓶拿来。爸，咱先喝一个，这个喝了了再喝那个，行不？不行，俩一起喝，高兴。拿来。爸，我看你这老头说不听话了啊！一个一个喝。那先喝一个吧。他老管我。儿子，你快点坐着。哥，你坐下。快点坐着。爸也跟你唠唠嗑。你这一年到头都忙啥呢，儿子？这忙啥呀？啊，那个嫦娥三号不刚落月亮上吗？我得在下边守着。嗯，你万一有啥事儿，我马上就得上去。爸，你看我哥多厉害，都上月球了。把我愿望都实现了。儿子，哎，前两天你跟爸说你要出国旅游，你都去哪儿了？是啊，我都去哪儿了？爸问你呢，你去哪儿了？说呗，就去哪儿了？啊，爸，匈牙利去一趟，罗马跑一圈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还有阿尔及利亚、布隆迪、卡芬达、华盛顿、渥太华、墨西哥、巴拿马、洪都拉斯、伊加拉瓜、也门、巴黎、安卡拉、特维特、新加坡、越南、老挝和泰国、瑞士、瑞典、意大利、印度、伊朗、西班牙、乌尔特、冈比亚、日本、朝鲜、孟加拉。妹子，我这活我干不了了。加钱加钱，加不加钱？你爹太狠了，我这都强蒙啊！哪问那么多呢？哎呀！你上次说出国去300多个国家，这才60多个，那200多个再给爸报一遍。你报吧。哎，爸，爸，你说我哥一年多没回来了，问点别的，问点别的吧。对了，儿子，我孙子挺好的吧？爸，哎呀，你孙子那一天那可淘气了。哥还没结婚呢。啊，爸，我不没结婚呢吗？你搁哪来的孙子呀？是爸，你我看你想孙子想着急了你。着急？我给我的孙子钱我都准备好了，抓紧时间找个媳妇儿把孙子给爸抱回来，这3万块钱你拿着。那什么，妹子，你看我爸给钱了你。我是要，是要，还是要？要啥身份不知道啊？那我能要？爸，我哥不差钱，人都上月球了，能缺钱吗？有钱，爸，给你拿回去吧。不行，这是我的一表心意，你拿着。谁也是让我爸的。饭。饭。咋跟你哥说话了你？啊，姑娘，你都出嫁了，爸把你打嘴完了，你哥还没娶媳妇呢，这钱他拿着，你不许多想了啊！去给你哥整饭去，去。哎，等你小妹走了，我偷摸把钱给你，咱不要告诉啊。爸。
你要吃啥呀？吃啥问你哥，你还问我呀？那我得问你呀，爸，你爱吃啥？整几个硬菜，买个猪头，吃个猪爪，吃个肘子，一个猪尾巴。行了，爸，行了，爸，我给你扛头猪回来吧。杀猪，儿子回来杀猪。行行行行，哥，你跟我上市场扛头猪，走。啊啊！你干啥去，儿子？我把我老妹扛猪去吗？上哪儿啊？上市场啊。那上市场你别揣那些钱了，把那3万块钱放家，回来爸再给你啊。爸，那钱我不没收吗？你这孩子记忆力怎么这么不好呢？你小妹刚才走了，我偷摸把3万块钱给你了，不吗？是给我了吧？完了，我不没收吗？完了你又拿回去了。你看我那哪能呢？你干啥呀，妹子？这活我干不了。3百块钱没挣到手，我还得赔3万。你这大哥，我怎么明白不就行吗？明白吗？我真没拿那钱，没拿。你看你，你别笑，害怕。你站起来，爸，让你站起来，那哥起来起来。你是谁家的？我是你儿子吗？爸，我哥呀。别演戏了，我是老了糊涂，但不至于连自个儿子我都不认识吧？完了，露馅了。是什么？爸，你看出来了。爸呀，我哥又不能回来过年了，我这不怕你上火吗？所以就雇了他。爸，你不生气啊？哦，对不起。爸不生气，难为你了，姑娘。小伙子，一年到头也没挣多少钱，你说我也没脸回去，一回去我妈还得逼着我结婚，我就没回去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爹妈盼着你回家，不是盼着钱回家。我们都岁数大了，多看一眼就少一眼，活了不孝，死了烂叫，有啥用啊？赶快回家看看你爸妈去啊。哎，家说那我懂了，我这就回去。说实话我也想我爸我妈。那你占地吧妹子啊。和尚那个说再见啊。哎，大哥大哥，啊，你先别走，我这钱还没给你呢，快。你可拉倒吧，我这没给你装好。你不行，你拉倒，你行不行？不行，你是我雇员，都讲好了，这钱你必须拿着。大妹子，那我就这钱我收下去啊。行，这样说，你看那个这300块钱吧，
就当我孝敬您呢，给您买新年礼物了，好吗？叔，还给我压岁钱。哥您好，叔，祝你天天都开心，身体倍儿棒，再见了，叔啊。站那儿，这300块钱呢，我收下。这30000呢，不能都给你。这10000，你拿着。不是这钱叔我不能要。你拿着。太多了，我真不能要。不多，你都能上月球跑一圈，这算啥呀？拿着它，给你爸妈买点新年礼物。拿着，叔，这钱说死我也不能要。人，你这一年到头没挣多少钱，你能哭着手回去吗？来，这钱呢，就算叔借你的。哎，等你挣了钱，你记着还我啊。走吧。再见，大哥。再见啊。